呀，媳妇儿，你咋干啥呢你？我这样，我帮这个金大美啊，还有那个卖木屐的小万呢，把这被子给送到西广场去。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回来帮我晒被子。对，你说你工作忙，对不？是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工作是帮着别人家的女人晒被子，把自己家的女人晒一边，对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咋的还生气了？咋的呀？哎、呀你说咋的呀？我媳妇儿没吃过我醋，这家伙吃一次可不容易。我看看，你看你，你看看你干啥呀？你吃啥醋啊？哎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在我心里边只有你，我已经把你都装在我心里了。你看看你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放心吧。装得满满的，已经没有别人的地方了。哼，这点我倒是蛮自信的。走吧，西广场晒被子。哎哎，不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要正要跟你说呢。今天呀，临时决定了，东广场也开放了，可以晾被子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，这主任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啊。行了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晒。住手！咋的，嫂子？晒被子呀，哈，晒自己家被呢啊！赵刚子，你城府可挺深的啊！这家伙把我们一溜人全撵到西广场，这东广场留给自己家是吧？一个大广场晒一床被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包场吗？啥呀？啥包场啊？赵刚子，你真行啊！一个广场晒你家一床被子，什么体格子呀？你看你俩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刚才呀、啊、临时通知了，说这个东广场啊也可以晾被子了，这才开始给你俩晾，明白不？糊弄谁呢？这么重大的决策，这么会儿功夫就决定了？赵刚子，你欺人太甚！就是、我告诉你，这儿不是没有地儿晾吗？姐，没事，把被拿走，上我那个墓园去，咱一个墓碑上给他晒一个。就是。完了，你俩干啥呀？你往哪儿晾啊？怎么你见过养墓起来了呢？哎呀，怎么了这是、啊？哎呀，主任呢？你来的是真好啊！咋了？赵刚子不让我们在这晒被子，但是他在这晒他自己家的被子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哈、啊，就赵刚子这种行为，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我们百姓点灯的行为。给你汇报一下，误会了，纯纯的误会。是我刚才来跟他说，今天东广场可以晒被子的。赵刚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这还在这沉默，是不是造成这么大的误会？不是，怎么就我造成这么大误会？我刚才跟你俩解释了，你俩不信呢？不是，你刚才你没说清楚。赵刚子，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呀。赵刚子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抠什么字眼啊？你就承认你错了不就完了吗？你错了，知道吗？哥，这么的，我那大户型照样给你过户，我菊花台照样给你过户，小翠板照样走，小花篮水果篮照样上。哎，行了。啊，他俩要请你吃饭吧？吃啥饭呢？他俩把我整走，上哪儿去？我跟你一起去呗。你别跟着去了，咱俩都没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快躲一边去吧，没你的事儿啊。掺和啥呀？咱家总得留一个呀。那个，咱不闹了，行不行？不就是晒个被子的事儿吗？对不对？现在领导已经同意晒了，咱不吵了，行不？来来来，把各自的被子取走，完晒。这哪个是我的呀？这个、赵刚子，你给我乱了，乱了，乱了！这个不是我的，你们整个被子还挑不出自己。哎，这怎么都长一样呢？哎呀，这不是去年有个纺织厂来卖被子，便宜我们就都买了。我也买了一个，我也买一个。哎，那咋办呢？对呀、啊，这咋整啊？都乱了，赶紧想主意。你都弄成这样了，我有啥主意啊？你赶紧的，哎，行了，有办法了。啥意思啊？我家刚子只要一，哎，他就有主意了。快，来来来，把被子都打开，打开，都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快，儿子帮忙，来，来，打开。哎，来，都打开啊。好，帮着阿姨。来，我看看，别动啊。应该是这样拿着，这样拿着，明白了。这条被子是金大美的被子，凭啥呀？你看，你个高腿长，这被子细长细长的，这不是你的是谁的呀？对不对？你能买那种固头不固定的被子吗？不能。对呀，这就我的。
不是你的是谁的？拿走。哎呀，来，拿着看看这个，这万美林的。不是，这咋就是我的呢？一摸冰凉冰凉的，冻得都扎手。你的，那确实是我的。那这条你的了，这条肯定是咱家的了。为啥？一摸就是那么暖暖乎乎的。光暖和有啥用？尺寸也得够啊。怎么的，还要试一试啊？哎呀，媳妇儿，看见没？这尺寸最合适，咱家这被子就是金大美的被子，横着盖。刚子哥哥，有时候我觉得你吧，有点缺心眼儿。你就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？刚子哥哥，我愿意跟你傻一辈子。哎呦，这是晒被子吗？这晒的是啥呀？这叫晒幸福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头都知道啊，你太厉害了。主任，来晒被子吧。好，咱们晒被子。亲们，邻居们，晒被子。来好看视频，分享美好，看见世界。